很差，几千块欧元，是吧？进不了球，但是就压力大。你摇下那个队，跟我打就压着打。他两个亿，叫他妈徐正元老师乱七八糟，压着打。对，哥你来，我就是要先打来，哥们打出原形，哥就是啥是吧？当龙子在原形，龙原形毕露，是吧？嘛，哥就是啥？龙子想想什么申花什么上涨，什么几百个亿，什么1000万人民币，中甲第五名，哇，这个厉害，就让你脑子干净一点，别他妈瞎搞。对，一帮姑娘都在搞，对，他们都在搞。他们不够专业。你是客人啊，不要就是上岗，拿个冠军，我在上岗。上岗，120亿。